你们最关心的事情来了。上次因为大肥的牙变白，我给他做了一顿豪华的补钙餐，加上给他换了一个咬不烂的笼子之后，今天我发现他的牙从白色变成黄色了，这说明他已经不缺钙了。为了庆祝大肥的牙变黄，那今天就做几份他们最爱吃的大餐吧。先来一个他们最爱吃的果冻，是草莓味的。这次我就不给那么多了，这个果冻我尝过，是挺甜的，一个分成五份就差不多了，这个真的不能多吃呀。然后是营养条，五只鼠的话就要拿两根了，一根是不够他们分的，选了个草莓味的。我发现家里的鼠鼠都很喜欢吃草莓味的东西，你们家鼠子也是这样的吗？然后是果蔬蛋黄溶豆，这个看起来好 Q 呀，放在营养泥的上面吧。对了，我下周就开始放假了，你们放了没有呀？然后是葵瓜子，这个比我手指头还大，家里的鼠子最喜欢吃这个了，而且是生的，没那么容易上火，每只给两颗就可以啦。然后是苹果干，用手分成四份，我可能会分不均匀哦，分不好的话不要怪我偏心哦。还有他们吃不腻的冻干豆腐，这个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的，我也不知为什么鼠子们会这么喜欢。最后撒上香香的椰蓉，还有草莓碎，这个酸酸甜甜的，每只都来一点。今天的大餐做好了，我先拿给他们吃啦。